但是呢，大家还喜欢另外一种蛋，叫彩蛋，或是你可以说红色炸弹，因为今天我们有情侣档入围了，就是入围最佳男配角的吴康仁先生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坐得很远的邵雨薇小姐。你说，如果这两个人都得奖了，吴康仁会不会默默拿出在口袋里藏了很久的戒指，在这个舞台上？啊、很难说，很难说。但今天就是充满了爱意的一晚。但是呢，大家还喜欢另外一种蛋，叫彩蛋，或是你可以说红色炸弹，因为今天我们有情侣档入围了，就是入围最佳男配角的吴康仁先生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坐得很远的邵雨薇小姐。你说，如果这两个人都得奖了，吴康仁会不会默默拿出在口袋里藏了很久的戒指，在这个舞台上？啊、很难说，很难说。但今天就是充满了爱意的一晚。刚刚我讲的是有可能写下的历史，其实还有很多历史在今年都已经被写下了，包括今年真的是台剧百花齐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